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丽萍姐姐，她是一位 para athlete for swimming。最近这一阵子呢，大家也看到报道嘛，就是她在一个米大卖一袋金子的生意，就是卖纸巾，然后受到特别特别的多的关注。那其实，在跟她聊天之后才发觉到，其实突然间受到那么多人关注，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那等她来了之后，就看看到底她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的。
们要帮助他呢，要帮助他。人家拿过我的 IC， 但是一分钱都没有给我，好彩他没有跑掉，也是给人家，好像我的，给人家打，给人家吓他的脸了。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姐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的三观很正，她是那种觉得对的东西就要敢敢去 fight， 有一点，因为她的性格有点像我，可是她比较羞一点，她很羞。然后我讲，下次我去哪里，我都带着姐姐就对了。过后就是你会在 online 的平台上也是有在做，对不对？ Shopee 那些。对呀、啊，我不会字，我不会恐怖的，就是一个管他，帮我顾了。因为我们成长人是谁要请我们做工，想要帮不了拿滴滴不了吗？应该中过很多人，这个很多咯，很多咯，中到我们两个林彩彩啊，真的啊，妹妹有时中到林彩彩 ，MCO 更惨了，我们两个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吃是没问题啊，但是东西也是要要还呢、啊。对，而且很多答应了。做一个样子给人家看，啊、而不是真心的想要去帮。穿 police 的衣啊，他跟我拿 IC number 很弄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也是骗的，所以我们做人自己要小心。他是讲他是 police 的，还真的是有穿，有穿，但是我问他、啊，他给我看那个卡，我人给我拍，他讲。不能给你拍，你不能给我拍，你知道我还是这样，我也是不会给你的。我不喜欢吵吵闹闹，吵吵闹闹也是要生活。我们成长的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。我现在店那个 online 的生意，它是一个店面这样子对吗？哦，现在是多到来不及出货给人家。哦，因为你们有时我们不敢放什么，我们看那个 stock 很少，我们就不敢放。等下我们放出去了，他 order 很多，我们不能出货给人家也是，不对嘛，所以我们看有多的我们就放上去，少的我们就没有放。去到那里买到那里买到完就算了。现在还有游泳那些就没有，就是兴趣这样子从从咯，上次我 competition 没有。对啊，累啊，累啊，哪个比较累？游泳比较累还是卖做生意比较累？不一样的累，我觉得不一样的累。其实给我也是一样的，你要做生意也是要自己努力的，钱没有递给你啊。可是以前的福利可能没有这样好。以前我们比较幸福一点。对，以前没有 allowance 没有什么的。我记得我学 visa 的时候。每次回家，我一定哭的，因为那个水进到我的鼻子，进到我的脑那边。啊，他是一个酷宝，看他这样小啊，可是也是酷宝。对啊，好像 SEA Game 吗？拼到二十 last minute， 他能 combine 呀、啊？他讲 combine 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有分很多 category 吗？不然的 big， 然后他们那时候 SEA Game 是没有分的，就是。你的 disability 哦，有些是很严重，有些没有这么严重，可是你全部捆绑在一起，就比较 unfair 一点点。对啊，而且姐姐她的 starting 哦是从水里面开始的，她不能就是从 starting block 啊 starting block 不能从那边跳下去，因为那个脚踢不上来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在 starting block， 我不能，我们是坐住的嘛，不能站的。我不能很快浮起来啊、哦、就是在水底很久、很久上不来、就浪费时间了、浪费时间了，人家已经 走到二三十米了，你才起来。还有平时做生意的时候有什么？有啦，有时候哎呦，这个女孩子不知道做在这个不知道做乞丐还是什么，但是我不能关人家嘴巴，最主要我们知道自己做什么。我只不会有谁过来有些给一块，我就给一个底数哦。有些讲不用，我们买的东西全部要钱的吗？对，因为没有每天靠人家努力的，有时他们讲要努力，到最后也是没有。我们要自己买回来，
就是你要做账给政府看，所以才能拿到那个帮助，就是你有做过我才给、啊、所以要做账，没有做账不能的。对对对，他们也是 JKM 每个月会来 check， 你去到那里他们也是 会来 check 的。哦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司 SSM， 然后 SSM 过后我们有一个 Passaport， 然后你们有 confidence 就是让这些宝贝进来，这些宝贝进来是做什么？做手工。哦，做手工。就是真的是一个可以 expand 的一个 business。 哦，所以有计划那就好了。我们有计划，我们的计划很久了，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走。对，要做到的。真正很多帮的都没有出来的、啊、真正帮都没有出来的、啊啊、所以人家哦，我要帮你啊，你不要错过机会。 sorry， 我不要，我不要 interview， 我已经很怕了，我不知道他是人啊还是鬼啊，我不知道，自己要站稳，自己要站稳，人家都举报我们管不到，自己呀、啊、要站稳，这有些被逼出来，好像好看不好吃啊，有些人哇，好不好吃？你做工作啊，你这么厉害啊，但是每个月要给钱呐、啊，时间到了要给钱，因为我们自己去，我们要方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管道比较先进，可以就是很方便，那些要上去啊，就是去哪里都比较方便。对，那个新的小便店啊，我的那个钥匙我会放在那个吧友那边，有兴趣要买的点进去。今天总结，姐姐讲，只要新增就对了。嗯，OK， thanks， bye。